王奇巨好，你一开闸嘅时候咧，有盈利喺后边啊，咁啊得意都唔快啊。前面快噶嘛，中间位置有财帅啦，咁啊响内栏仲有靓藤王啦，白衫第三位天赋威力啊，出边仲有只小岛怡情啊，第五位仲有活力德胜啦，内栏绿色衫潮州小子，出边白比姑大约跟住个第七位度啦，仲有只君临大地啊，后多浸嘅嘛，出闸唔快，走入去内栏啊，粉红衫大面裤有盈利啦，黑白衫嗰只就马骄雄啊，咁啊君临大地俾人顶咗三搭啊，褪咗少少啦，后边嗰五匹马啦，上心星向尾五，粉红眼罩尾四，中档金童啊，内栏橙衫尾三系得意啊，暂时垫后两匹马，分别系凌风啦，同埋白衫白帽嗰只咧就黄金元帅嚟噶。好啦，对面直路尾接近一千，财帅带头嘅，咁啊接嚟咗第一个新位到啦，小岛怡情第二位啊，内栏第三，仲有靓藤王，出边第四位咧就天赋威力啊，响内栏第五啦，仲有潮州小子啦，出边第六位咧就活力德胜啦，全程外搭喎，嗰只白鼻箍咧就君临大地俾人顶，中间马骄雄顶佢。內欄咧粉紅衫，大約尾六度咧，仲係有盈利啊！出邊尾五走少少啦，有呢只上心星，跟住佢後邊咧，咁啊仲有呢只凌風啦，中檔尾三粉紅眼罩金同內欄橙衫咧就得意啊！包尾嗰只仲係黃金元帥嚟噶。好啦，咁啊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就財帥佔先，小刀怡情咬上嚟啦，攞出去出邊咧仲有天賦威力啦，咁啊響埋邊位置紅衫第四位咧，仲有呢只靚藤王啊，響出邊追仲有活力德勝啊，再中間嗰層咧仲有潮州小子啊，後啲嘅嘛大外檔咧就凌風。追緊上嚟啊！兜到嚟最後二百零米，前面天賦威力咧走甩咗一個身位到啦，活力德勝響第二位啊！再見到中檔位置潮州小子啊，最出嗰只凌風依家上緊嚟啊，接近終點啦！天賦威力咧就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跑第二名咧就活力德勝啊，第三名咧就凌風，第四名係有盈利啊！咁啊都係贏過嘅，就係識贏啊！咁啊結果呢只天賦威力再一次以一個輕鬆嘅姿態贏出呢場賽事啦，跑第二名嗰只咧就活力德勝。咁至於姗姗來遲都係好被動啊個跑法啦，凌風響大外檔衝翻上嚟有咩重磅啊？跑翻個第三啦，第四名嗰只咧，咁就係粉紅衫嗰只有盈利啊，君臨大地好遲先過終點喎，贏馬就五天賦威力。